sello. Coco， 你可不可以你指导一下他，他应该怎么样让自己好一点？是前面有人拿了枪逼你吗？你的台词是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我觉得还是放轻点好了。不是因为在动作很好哎，你身材很漂亮，你的身形非常漂亮。不是，如果他摆 pose 的话 ，pose 够标准吗？还是可以啊，因为他就前凸后翘，所以他一个就是小小一个动作，这样拍照就很漂亮。可是我看 Coco， 如果你跟他摆一样的姿势，绝对不是这样，因为看他背有多直。身材很漂亮啊，身材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直吗？很像一个垫板哎。你教去教一下。你这边可不可以凹一下？你这边放下来好不好？然后你这边凹，凹。OK。你这边很痛苦。对，然后你这边，你知道你这样延伸，你知道这个？哦。对对对。哎，等一下，手不要这样子嘛。然后你脚，手在不好看，脚像赋予灵魂，脚灵魂。灵魂灌进腿里面，灵魂来了，要徐老师下去。Go go go！ 灌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史师弟，如果你当老师，会很可怕的。不是，你很没有耐性耶。他没有把灵魂住到他身体里面。你很像电影里面那种大很大牌老师，灵魂，灵魂，坐下，你当他狗啊？你就是教不会你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得出来，他就真的是差不多是这样子。刘轩，你起来摆一个刚才 S 幺的灵魂的那个，我看看。不行，你要灵魂，你要有那个灵魂进去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大家活久一点，灵魂。他稍微有灵魂一点。所以重点就是要凹背，然后对，就是你要，你知道，你要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的感觉怎么样？你醒了没？要不要喝浓茶？不要一杯浓茶，你给我，你给他挑战看看快点。习惯吗？应该可以吧，名模总会吧？可以的，这很容易啊。灵魂，灵魂之手在推你的背够，他可以啊！哇，哎呦，有他醒了，有。